牛肉怎么炖才能软烂入味呢？看完你就学会了。牛腩冷水下锅，加葱段姜片，焯水捞出，转入砂锅或者高压锅，加葱蒜干辣椒，几颗冰糖，一包黄焖汁，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，一罐啤酒软化肉质，加水没过食材，盖盖炖40分钟，放入白萝卜再炖20分钟，出锅前撒点香菜即可。